Even if I could, would I go back where we started? I know you're still waiting, wondering where my heart is. Praying things won't change, but the hardest part is you're realizing maybe I ain't the same. And what you're waiting for, there no more anyway. 好美。둘이서너와서로눈치봐도시간은멈출줄을몰라너와같이나서로맞춰봐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过节穿戴，里面穿了皮靴 Zoday 的新衬衫，穿了一个毛衣开衫，雨鞋。너는멀쩡사랑하는게내눈에눈보너나나빠나빠서제발날떠나가지마날더날더 OK 1 2 3 That I do a cup When you're mine Love is sweet Got it on 终于要到膀胱要炸了这地方是哦柿子都红了因为我一直都很想吃那个小时候吃的烤红鳟鱼，组织大家来了一个红鳟鱼养殖基地，就可以在这边钓鱼，然后烤着吃。好大啊，这是！啊，你们在做那个鳟鱼水饺，还有鱼丸，还有肉饼。汤里面是有鱼丸还是鱼肉呀？鱼头哈，鱼头豆腐汤。好嘞，谢谢。好香啊，那个鱼汤。今天北京超冷，感觉喝一碗那个鱼汤呢，暖一暖身子。我到搞你啊！我的姐妹。너와같이나걸음맞춰봐도숨이왜나는지너무나도这个是我第一次来我入园너는멀쩡저는멀쩡사랑하는게너눈에보여너는나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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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나不错，我这一顿他们这能烤肉。玩这种游戏，拉起下一个。哎呀！那天被种草了一个眉笔，这个刀也太危险。孩子叫爱图秀，这个已经削好了一种扁头。蕊蕊给我寄的桃子，又有桃子吃啦！哇，啊是这种，哇，大金桃。Hello， 哎，您好。海鲜到了。哎，谢谢。哎，没事。
原汁黄蚬，都不用烤。好新鲜。感觉时间可以再短一点，有点老，不知道啥好。夸张了吧，想来吃永盛。来蓝港溜达溜达，享受一下慵懒的夏。这个好舒服，颜色呀。永雅在那个银泰这边新开了一个店，然后我们今天来吃一下。这个是 Olaplex 他们家的最强修护套装。这是在小红书上买了一副耳钉，怎么说呢，和我想象中的，但它的价格也不是很贵，好像100多块钱，带个款式吧。等了很久的黄天鹅，因为我平时煮面呀或者是做个什么拌饭的时候就很喜欢吃那种溏心蛋，所以我就会非常注重这个鸡蛋的安全问题。他们家的鸡蛋是一定要放到冰箱里的。今天吃麦当当，不笨。日本的小香方面料啊，这个羊毛的质感真的太好了。哦，好美。好
我就按我原先这个沙蟹不是还有吗？哎，对啊，麦看那这件卫衣的胶印效果，光是印这个布片就印了3-4个了。因为这个面料它里面是夹绒的，表面呢也会有一层薄薄的绒。前期印刷出来，我就觉得它这个边边这里不够细致，有点粗糙，后面工厂就做了一种特殊的处理，把它表面的这层绒去掉，这样它印出来的效果就会平滑很多。今天中午把家里的这些蟹黄面的浇头吃一吃，好多面，哎呦，这个蟹粉真的不错呢。嗨大家，今天穿成这个样子，上面穿了一个大卫衣，配了这条莫兰迪色的瑜伽裤，然后 Ralph Lauren 的针织袜和椰子，晚上要去看他们打篮球，所以就穿得舒服一点。好了大家，我出门了。哪个是热的呀？你摸摸，是不是也不能热了？准备到对面溜达溜达，买个面包什么的。哎，我买了个那个是什么？就是又是吗？就是这个，我买的那个下面的那个颜色。When you're right there, it's so hard not to stand.You're like a piece of art. When your face looks like... 大家，现在要去一下物业的中控室。本来今天计划是要在家里好好大扫除，然后收拾收拾东西。结果去车上拿东西的时候，发现我的车被刮了。再次感叹一下，我们小区物业真的非常的靠谱。我刚刚其实已经去过一趟了，物业的工作人员就帮我查了1个多小时，但都没有查到。然后刚刚接到他们电话说又查出来了，我现在过去确认一下，而且他们已经联系了对方的车主。你好，哎，解决啦，好像是。我听他们那个意思是业主的司机对这个车库的路况也不太熟悉，所以就蹭上，但是也没有联系我。给你一份，这个我大概什么时候能取呢？你要连贴车衣的话，得下周四左右。这个 AirTag 真的没白买呀！好看，这个好看。好可爱呀，但是它为什么是金色链子？我觉得是不是银色链子会更好看一些？
试了一件小皮衣，我的小小姐姐强烈推荐让我试一下，羊皮很软，但是这个版型我没有那么喜欢，感觉不错哎，就肯定不能里面这样搭，我就可以下面穿一个丝袜，或者就是光腿穿高跟鞋的那一种。咋回事呢？还蛮乖的，但这个发型有点像大法官。说这家很不错，黄牛，一分钟能行吗？不行，行行，两分半。今天做的那个韭菜盒子，你就离完整版，你立刻做，开始车就立刻做。当你某日想听，就你别念，不过是不长时间没有来吃同乐来，好像没怎么说。啊，能贴的装饰是吧？来看看始祖你，我觉得这个颜色很好。这件我穿上了吗？不是那么的对劲。我现在打算试一下前两天买的这个睫毛，看起来好像比我之前买的那个艺术的要稍微短一丢丢，还挺浓密的。然后这两边剪的不一样的长度，先贴的这一边，两头那个最短的那簇剪掉了。但贴上之后吧，我觉得好像有一点过长。这边呢，我就多剪了一点，大概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剪的。你们觉得哪个效果好？如果要是晚上出去玩的话，我觉得可以这样。但是白天的话，还是这样自然一些吧。不过是不今天里面就是穿了一个很简单的灰T，外面穿了
新的千鸟格西装，包包和耳环的部分比较呼应吧，然后下面就是穿这条开叉的西裤，有一个3-4厘米的小跟，还挺精神的，就很好走。好的，大家我出门了。你在那边限制不让往里带酒是吧？对，可以拿矿泉水瓶。不用。昨天在马杀鸡的时候，很无意间把那个大麦打开，想看看最近有没有什么演出，然后就看到了有一个烛光音乐会，在那个三里河 SOHO 这边。不是发了个 Instagram 跟大家说我收了一块非常珍贵的 ACT3 他们家的面料，他们家就是给 Chanel 做特供面料的那个工厂，这一块就是全球绝版的高定面料。我那天发完之后，很多同学就说超期待，但我真的就是压力很大，因为它太珍贵了，而且又少，所以就一直都没有想好做什么。你们看它这个里面会有那种像羽毛一样的纱线，真的超美。具体这个面料的工艺等到时候出了成衣再跟大家娓娓道来，今天我要把它寄走了，叫了个顺丰，真的是生怕把它弄坏呀。